So here we are. The rain is stopped. The weather is beautiful. It's not hot. It's not cold. And if you don't believe me that the China is developed right now, then follow me. I will introduce you to Mr. Zhan and his amazing grape farm. Я думаю, что农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了，因为很多国家现在不在乎农村，不在乎农民，那些人觉得他们对经济不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没有，我们还是要从中国学习。如果你的农村发展的话，你的经济不会保护得很好。Incredible. 因为你一直觉得啊，可能是农村里面所有的人不用什么科学方法，等等等，完全不对了。他们还是用非常科学的一些办法把农村站起来了。我问了他们，那你们的葡萄是在哪里可以买？他说啊，在昆明买不了，因为我们的葡萄现在是在上海、在日本等起来的。我说，所以意思是我们买不到，他说买不到，所以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了。